次在恁静安门口来大家好哈，我是许多之星杨新化。包括呢，咱今日呢，咱的我们公公谢头家呐来到现场来监视，头家杨处长哦，老板周志仲挥挥手上镜头，新化呢，真正真欢喜哦，大家好，今日哦，众喜迎喜，你知无？他们好像恭喜众官迎喜来到我们今天哦，来到我们七姐这边哦，欢迎大家的莅临。我每一届呢，咱来七波七波呢，每一届哦办的哦，拢秒杀，你知无？包括咱这届哦，七股七宝尾牙宴，真的不好多办，也是秒杀的。感谢咱大家吼，这么爱护着来七股吼，而且呢，新化呢，谢谢你们大家你们，然后呢，新化呢，给咱家吼，新年你好，福利妹呢，祝福咱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新年快乐，大发财，祝大家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吼，大家都能喜乐平安。新化的一首吼，新化吼，在我们今年度吼，也是在我们去年度相当夯的一首歌曲，什么歌曲呀？太抱歉，我讲我爸妈，来再一次。好，新化先送来一首平山华语歌曲《我爱国》，来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听我们七股的所有的好朋友，来再一次掌声给我好吗？谢谢，爱国。嘿，我们邱金燕最听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邱金燕。心花花不停。
来到家，那无讲好听，绝对惊袂出这个大门。谢谢谢谢，哎，咱家吼，哎，今日吼，咱气场呢，哎，我呀，因为有一番恭喜苗山啦，哦，那真侪吼，咱的民众吼，讲到那订袂到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去讲哈，咱周边呢，就准备的餐厅吼，然后推出我们七五年菜吼，欢迎到咱大家吼，哎，来到咱的庆祝呢，哦，来到咱北洋山游下哦，希望呢，哎，咱来到咱这餐厅吼，来订购年菜，来跟咱家用餐。非常棒的地点推荐你们哦，然后我们的年菜呢相当丰富，而且又相当超值，所以呢，希望呢，请代表我们七股欢迎大家的莅临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希望呢，再来等一下挂电话，来开单之后呢，来一首抒情歌曲，来，爱情上那杯，来，谢谢，掌声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
不会分开，一定要来支持梁实洲唱片《梁实洲》第二张专辑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，哇，非常好听的两首呢，截然不同的歌曲哦，来信。